在外面15度，然后我要去运动。哎，大家，然后现在刚冲完澡，所以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，就想说来处理一下还没处理完的影片，对，因为其实库存量还蛮多的。撕开。
有点中间。Hello， 哎，赠送的，没事，谢谢。哇哇，圣诞礼物，哇，圣诞树哎。哇，有我的名字耶。哇哇，是布朗尼蛋糕耶。好，我来点点看这个蜡烛。因为跟朋友约晚上看电影，就是时间还有点早，然后他也还没下班，所以我想说先在信义区这附近就是找一个简单的东西吃，因为现在9点，所以不确定现在还有什么餐厅，所以要在附近绕绕看。笑死！来啦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算是给自己的圣诞礼物吧。就前几天看电影的时候，顺便买的袜子，然后这是联名款的。对，好。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蛮酷的是，也是这个礼拜去 Costco 的时候，然后看到了他们自己品牌的帽 T， 然后我觉得很酷，还蛮刚好，是。然后它的有一个这个线这边的细节也有做它的配色打印，所以我还蛮喜欢的，材质里面又不错，对。不会是很薄的那一种，就是稍微保暖。是抹茶芝麻口味，这是我室友给我的。就我一直买不到，虽然我没有很喜欢抹茶，但是我喜欢芝麻汤圆，所以就来吃吃看。
Thank you.